贝多芬，饿了吗？知道你不饿是不会来找我的。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既然你蹭我吃蹭我喝这么久，你就回报我一下吧。嗯，走。贝多芬不见了，贝多芬，你先待在这儿等我一下，一会儿我就放你出来。你怎么这么晚才开门啊？我刚在楼上找贝多芬啊。找着了吗？还没有。没有你还这么淡定。你确定他还在这栋房子里啊？对，今天窗户都没开过，我也没出过门。什么时候不在的？大概在早上，一早起床我就给他换猫粮，没见他出来吃。一般吃饭他都是很积极的。你都找过什么地方了？楼上基本都找过了，楼下还没找。哎，你又来了。怎么可能会在那种地方呢？那总比你像个大爷一样坐在这看我找强。
你这比我还离谱，他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啊？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呢？要不要去看看案发现场？除了两件被挠的实在没法穿了，其他都还行。猫毛我已经清理好了，如果你觉得脏的话，可以再洗一下再穿。谢谢你。好了，贝多芬也找到了，衣服也给你整理好了，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等一下。我正好要去工作室，我送你一程吧。哦。你要去哪儿？咖啡厅。工作室的咖啡豆正好用完了，走吧。我先进去了。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咖啡豆。他怎么了？好的，稍等。你们不是已经结束了吗？哦，我们今天有点事儿，他还顺路送我过来。哎呦！今天穿的那么正式啊，你这是要去面试还是去相亲啊？怎么样，帅吧？嗯，帅，一看就是衣冠禽兽。不是，那个风度翩翩。所以你是打算要去哪儿啊？老师让我参加口语比赛，我就去买了套衣服。回家才想起来，我不会打领带，想让你教教我。我也不会打领带。你不是女生吗？谁跟你说女生都会打领带的呀？那怎么办？
我也不会。哎，等一下，给你查查。嗯。哦，领带给我。来，起来。先生您好，您的咖啡豆好了，谢谢。一共多少？400。刷卡吧，请稍等。不好意思啊。要不就用红领巾的方法吧。我再试试啊。这怎么那么难绕啊？怎么回事？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会啊！我又不是上了年纪的大叔，整天穿西装打领带，要会这干嘛？连领带都不会系的人，敢称自己为男人吗？那个，我们要上课了。我走了。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i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s dust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Every sho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现在啤酒真是越来越难喝。嗯，就像藿香正气水一样。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才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受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好久没唱这首歌了，久到我都快忘记什么是勇气了。勇气啊，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唯我孤身一人前行。栗子酱，你看着大海 ，You jump, I seize 就好。讨厌。哎，你终于是笑了。谢谢你，耳朵。那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是你的小仙女啊？那小仙女，我要是许一个愿望的话，她能实现吗？你必须得集齐七颗龙珠才行。切，要你何用？说吧说吧，满足你。我想要一个能够知道别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的超能力，我想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越来越远了。其实想想也是自讨苦吃，明明对方什么都没说，我却偏偏觉得我们是顺其自然的关系。难道你们不是吗？谁知道呢？我真的是越来越没有自己了。这些事情都是我一厢情愿的，自作多情。也许只是你们不顺路，不要怀疑自己。前几天有个人还跟我说，自己要对自己有自信，要相信自己值得去拥有更好的东西。哎，看来我真的去放空一下自己，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寻找一下自己内心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就算受伤也不要彷徨，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记得别忘了给我带特产，好吃的。你谁让你破坏氛围了？干嘛？不要你要干嘛？何阳，哎，老大，有什么吩咐？坐。坐。上次你说的那个生日会是哪一天啊？下周一啊，老大。你该不会是要来参加吧？可是我上次不是记得你说你不来吗？这一次。怎么，该不会是为了我一个小小的生日会，你就推掉了所有重要的事情吧？老大，你真的是太好了。贝尔多来。啊，那可是肯定的，一定的。
老大，你不用特地叮嘱我，到时候你们一起来就行。嗯。啊，我知道了，你是要让我邀请他是吧？没问题，我这就给他打电话。我没他电话号码。那我去打电话了。等一下。啊。这儿。喂，你好。哎，你好，我是叶淑薇工作室的助理何阳。啊，你好，你好，有什么事情吗？啊，是这样的，下周一是我过生日，我想请大家吃个饭，你有没有时间呀？下周一啊，那个，我就是。啊，其实大家都很希望你来啊，你一定要来。这是一个让大家增进感情的机会呀、啊，很温馨的。啊，谢谢你们啊。那你们老板？我们老大特别的亲切啊，他还推掉了重要的事情来参加。你就来吧，大家一起玩，增进感情多好呀。哦，这样啊。嗯，那行吧。啊，那就这么定了啊。那个地点，我到时候再给你发短信啊。好，谢谢啊。他会说这么冠冕堂皇的话呀？什么事啊？啊，叶淑薇工作室的何阳下个星期一开生日 party， 让我去。在哪里啊？啊，来了，在优糖 KTV。乐天同学，好，你很好奇吗？是吧？啊，没有。这句抄三遍哦，这个。你这干嘛呢？哎呀，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么正式啊？参加婚礼去了？参加婚礼能穿成这样，我找律师去了。那你找律师也不用穿成这样啊。我不是怕他们。那律师怎么说呀？耳朵。妈对不起你了，律师说了，咱的那些钱八成是要不回来了。我早就猜到了，你别自责了，现在的骗子狡猾得很，又不是你一个人上当受骗。嗯，咱们这回就当作是买了个教训，下次就不会被骗了啊！可是这次被骗的也太狠了吧！我其实是想替你减轻一些负担，没想到反而给你增加负担。我没什么负担的，妈，我现在做的事儿都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一点都不累，真的。你说你这个零工要打到什么时候啊？
适合做仆人的吗？你要让主人一直站在门口吗？主人，先让我为你送上美好的祝福。看菜单吧。你这都不给主人介绍的吗？主人是喜欢喝甜的呢，还是苦的呢？如果甜的呢，我就给你推荐特色草莓牛奶咖啡；如果喜欢苦的呢，这边也有益生浓缩咖啡。和外面的咖啡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都是咖啡。那就来这个什么魔法玛奇朵吧。好的，请稍等。欣姐，一杯魔法玛奇朵。好，拿什么花？随便吧。那就伊丽莎白好了。嗯。好了。欣姐，你现在技术是越来越好了，这也太像了吧？哎，要不要帮忙？没事。您的魔法玛奇朵，主人请慢用。这什么东西啊？这么丑，眼睛这么大，还有这长睫毛，你在讽刺我吗？这是伊丽莎白，是《银魂》里面的一个宠物形象。宠物有长这么丑的吗？这大眼睛，这长睫毛，你不是在讽刺我，你是在干什么？把你们老板叫来，我要问问他，你们这是招待主人的态度吗？主人，您小声点说话，这边还有其他的客人，如果您不喜欢的话，我去给你换一杯。换一杯，让你继续嘲讽我？你可以不要这么无理取闹吗？我无理取闹吗？你才是无理取闹，你才无情，你才无耻，你才无理取闹。伊丽莎白这么可爱，你居然说她丑，你才是来捣乱的吧？关你什么事啊？你不要太过分了。好呀，那我不过分。你给我道歉。对不起。就完了？那你还要怎么样？跪下。你干嘛呢？你这跪什么呢？这位客人，我们这里不欢迎你，请你出去。我还不想待呢，一群智障来的地方。说什么呢？说谁智障？不懂装懂，装什么装？嘴巴放干净点。请你出去，我们这里不欢迎你。我还不想待呢，让开。没事吧？没事。要不这样吧，你今天先回去休息。我看你这两天心事重重的，回去啊，好好休息，放松一下。嗯，谢谢欣姐，我先去拿抹布把这收拾一下。去吧。
给各位主人，那就是我们的黑执事塞巴斯蒂安来到我们的城堡，并且呢要为我们带上一首小提琴曲助兴，大家欢迎。今天特地来到这里给我们助兴。你好，可以跟我合照吗？谢谢。塞巴斯蒂安，很高兴遇见你。你不打算跟我握手吗？这可不像是你的做法。啊，客人，不好意思，冒犯了。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店里吧？我给你推荐我们店里很有名的鸡尾酒——玛格丽特。很多客人都好评的。对对对，在32号桌点的餐。32号。是你啊，叶舒薇。嘘，小声点。哦。你早就认出来了。你以为是在拍古装戏呢？戴个胡子，穿夜行衣，我就看不见你了。就你那身高，走路那样子，我不想认出你都难。你怎么啦？今天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啊？鬼鬼祟祟的。我来参加 cosplay。怎么？有规定，大神与狗不能入内吗？我还第一次听人说自己是狗的。那你好好 cos 就 cos 呗，戴什么口罩啊？哎，怎么在里面还聊上了？你们这些孩子，想上哪玩就上哪玩，这家伙更衣室里玩到洗手间来了，怎么办？我在上厕所，有什么事吗？哎，刚才我听是俩人声音，现在怎么成一个人了？我在自言自语。哦，你快点啊！就差你一间没打扫了。你怎么知道？
这咋都满了呢？哎呀，憋不住。小伙子，你问问这里，他进去的时间比较长，问问他能不能快点啊？啊，哥们儿，哥们儿，你快了没？我憋不住了，江湖救急呀！保持眼神的交流，哎，对对对对对，好，保持一下，哇哦，耳朵，你们是商量好的吗？一个 cos 夏尔，一个 cos 塞巴斯蒂安，没有没有，纯属巧合，真的。你们也合照一张吧？嗯，照，当然要照呀。千年不遇，造型不错。我是说塞巴斯蒂安。可爱吧，可爱吧。